然后果实呢，我问妈妈说那个能不能吃啊，真的可以吃啊，就是跟鸟连结嘛，刚好今日鸟类，明日人类，鸟是我们的前锋，试探这个环境是不是有毒哦，所以呢刚好就拿那个题材来做环境教育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哎，通过了。说到那个树跟环境，哎，真的就通过了啊。后来就是讲鸟，那时候也是很有趣。我等一下拿一个道具让大家看，好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们上车。来，说到这个也是对对，你看一个人一只哦，这是自购的。虽然团购，你还是要讲多少钱？很重吧？很重而已，我就拿不起，几万而已，几万而已，几万而已，几万。哎，其实没有团购多少钱？这个真的有故事呢。对啊，你看不简单，很少看到有这个。考试是谁办的？林务局。林务局，他给我们23个题目，然后呢，他刚开始没有给我们答案，我们自己去考过才能当志工啊，这样。对，志工也是解说都有。他给我们23个题目，从完全就不会，他不公布我们哪一个题目要讲，然后就照抽的。解说有完全是志工，6分钟上台。做志工，6分钟啊。那赖老师，你阳明山志工有这样吗？哪有阳明山谁都可以进去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说为什么他比较严？对啊，所以很厉害啊，阳明山。